在 Google Map 找到阿公在世的唯一身影。Google 台湾街景视图2009年8月中正式上线，记录下全台大小道路巷弄的街景，也拍下街上行人的身影。一名网友在 D 卡网站发文，指从小疼爱他的阿公在他大三那年过世，至今他仍相当思念阿公。他写道：从小到大，阿公都很疼我，无论是好吃的或好玩的，也常常载我去看当时尚未完工的高铁站，说以后有了这个，去哪都很方便，到时候我们再去哪里哪里玩。一老一小讲了很多，我都还记得。网友说，但是因为一些因素，阿公的照片都被丢掉，他很害怕自己会忘记阿公长什么样子。他想起国外网友在 Google Map 上发现自己已逝的亲人，于是马上去寻找住家附近的街景图，居然发现了阿公在散步的样子，看到照片好像阿公还活着一般。他想对阿公说：阿公，我们都过得很好，大家都平安又健康，今年我也从大学毕业了，完全不需要担心哦，只是有时候会突然很想你而已。